加雨，然后它是挺料的西装布。再来就是它的弹性，我随便一拉 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。裤子有一个很深的打折，从这边打下来，所以啊，今年我们的裤裙类的啊都很瘦，就是这边直接有做一个剪裁。裤子的这个我觉得超加分，因为如果它是黑色，那就无聊去了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那种小皮带腰带的精致感，我觉得完全就升级咯。这个粉红色呢，我觉得也很推，因为以往的粉紫色腿都蛮黑的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调和，我觉得是刚刚好的。我身高161公分，给大家参考，小资高个比较肉比较瘦的女生都恰到好处，都是可以驾驭的。